你俩干嘛呢？哎，你东西找到了吗？哎，没有啊，你找到了吗？哎呀，对不起嘛，我也不知道周航把我叫过去，第一句话就是今年的新类培训你去吧。他直接通知我，不是商量，我连拒绝的余地都没有啊。去哪儿啊？大概要去多长时间？今年是在浦江。 去三周。哎呀，我知道，我也不想去那么久，但是那周行长他一开口就是说这个新来培训对以后调岗升职都是有好处的，他意思就是他定了这事儿是我去，他也完全没给我说话的机会啊。 三周是一天，我知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么一算，我没有63年都见不了面。我也不想那么久跟你见不到。我发誓，只要有休息日，我就跑回来看你，好吗？反正我去看你吧。那你会生气吗？一点都不生气。嗯，肯定会有一点。 失望和难受，但是一点都不生气。好了，工作都能理解吗？什么时候去？嗯，周一开始上课，周日不到。但是我保证，我这周末我一定不会加班，我全部都用来陪你。 那我们现在去吃点东西。好啊。想吃什么？这个点的话，芝兰小卤应该已经卖空了吧？要是能来点芝兰小卤，然后再来一碗小面的话，还是很幸福的。哼。你想什么？想你有根头发。 怎么了？怎么了？冲回来！冲回怎么回事？哎，别！啊！要是被撤回发现了，正好跟你跟着咱们跑。哦，对。我们谈个恋爱，怎么搞得像做贼的？偷偷摸摸，心虚胆怯一样。敌人走了吗？是。你们俩干嘛呢？哎，你东西找到了吗？哎，没有啊，你找到了吗？没呢。 哎，算了算了算了，不重要不重要。算了是吧？丢了就算了。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我最近不是工作忙嘛，就想在这儿租个酒店公寓，离公司能近点。他想帮我参谋。对对对，我帮他参谋。租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怕嫌贵。啊对对对，太贵了，没有性价比。你呢？你在这儿干什么？对啊。我住这儿。啊？